唔好啦，你过好自己生活啦，都系我唔影响你。拍拖我拍会影做乜嘢啊？好惊嘈啊，大佬！烛光晚餐啊，行沙滩都好晒啊，好飞。爱情片，暗恋嘅，以前肥仔嘅时候就系暗恋人嚟噶嘛。最深刻嗰个系几时发生？最深刻咪就系令我要减肥嗰个女仔，我冇再见过嗰个女仔。WhatsApp 咧？我直情好似消失咗呢个女仔。Facebook 咧 ？Facebook 都搵唔到，我真系有留意过，吓、有冇 IG 同 Facebook？ 我真系冇呢个女仔嘅 Facebook 同 IG。唔好啦，你过好自己生活啦，都系我唔影响你。唱歌，唱歌啦。做肥仔，食蛋糖，你想捞？花姐，冇听过花姐系王志祥。你明白？识啲啦。可唔可以唱一句？冰岛咩啊？冰岛新加坡，我就记得呢个国家。好多全球力碰面。一秒间定前转咯，前转系第一首大家一起去奋斗嘅一首歌，佢仲我谂佢嘅意义仲大过一秒间嘅。全民造星，哇！咁退休女王啦，大家记得睇99台 VTV 嘅退休女王。哇，刘德华先生话，杨千嬅我中意肥啲，唔系，我觉得圆润啲健康啲，因为我觉得即系太瘦。哎呀死啦！我头先咪讲杨千嬅小姐有啲肥，唔系相比郑秀文系健康啲，死啦！就咁。